现在是1月24日的晚上9点，在澳万大。嗨，嘉欣。嗨。耶、yeah, ，是不是都黑黑的？ Yeah, 超级黑，好黑哦！那么晚还要爬山。等一下要开始走，可能要走不知道多久才开始扎营。乌漆嘛黑，无德正神哦，那是不是要拜拜？可以啊，现在来拜拜吧。保佑我们这4天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。每天的早餐，咖啡加巧克力。休息。现在早上4:50。乌漆嘛黑的百姓所，快要第一天的早上5:50出发，这里是封闭，但是什么都看不到，这里是封闭。不太要遗址啊？嗯，介绍一下，就是这边可以烧炭这样。对，不要在里面大便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看起来大便可以变态嘛。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厕所，但是这是古迹。哦，是个遗址、啊。遗迹啦，遗址。取暖用的木炭。为什么想烧炭？咦？你说一个可怕的话。计划怪怪的哦。天亮了。请问队长，我们几点会到天池？我猜吧，7:30。那这么快啊？才几点？就这样，好会吃哦。那个是我们要去的山，好远哦。今天要去的山。今天要去的。对啊。翻过去。太远了吧？照计划是今天就要去啊。好震惊啊！而且还要翻过去。好震惊啊！可是停车上下才5分钟哎。太远了吧？早安。是纵走还是上走？纵走。哇，很多呢。真的、啊？昨天搞到那个我们开单的呢。开单。刚扎营地啊。扎在哪里？扎在13K 多而已啊。13K 在哪？是哪里啊？离13K过去没有多久啊。哦。太近了啦，我开3K了呢。哦。对啊。还多少钱？不是罚钱。今年进来的、啊。一年不能抽3屋而已、啊，一年不能抽3屋，可以啊，这还小问题啊，小问题，对啊，阿昨天正走的，那个要早一点上去比较好，哦，这样一定可以抓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因为他们昨天在3屋待太久了啦，哦，那管理员好心劝他说你们要不要赶快先前进啊，不然在沿路抓我们就开单了，哦，懂。早一点走了，好，谢谢，现在有一地可以杀了，好喘，来到不知道第几个吊桥，有个可爱的小怪兽，漂亮，你说你第几次来？第4次，哇，第5次经过这里了，哇，也不想去瀑布啊，你都没来过，去瀑布的路上一个羊肠小路，好冷。今天是最累的一天，要走到很遥远的，不知道是哪里，大陆池吧。走到了南岛瀑布，哇，什么水？现在8:09到了天池山庄，一起进去。真的？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？已经是2019了。2019，对，超久。哎，你们常客？还是2020？不确定。这个是常客。这是嘉欣。嘉欣，重装上河0.6的那个女生。今天嘉欣爬了几座百岳？哦，
四十，刚好四十。刚好四十。那你爬到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为什么那么一直在爬山呢？很受虐的感觉。很喜欢被虐，就是抖 N 加 C。我朋友说我是 S， 就是我虐待自己。你说哦，你是 S？ 对，我反说哦，我是抖 N， 然后朋友说没有，这是 S， 是虐待自己。原来是 SM 的部分呀。这是我们戏子客家一组。品瑜，有点客家的那个女生。这是客家的，客家的吗？四分之一客家的。介绍一下你买的面包。面包，全部都七折面包，我这四天的。我这四天的午餐面包都是全家七折面包。哇，你观音豆已经成熟了，被扣起来。我就是观音豆。好，真的、喔。啊，我想挤耶。你不要挤。不要挤吗？不要挤吗？成熟不就要挤吗？你把那个汁都摸掉了。他反正爆了是吗？我接受到哪里了？接受了。你爬过多少山啊？我没有特别学，我不太会。佛系爬是很简单。佛系爬是。佛系访谈。介绍这位大哥，我们的。喂。第三位伙伴阿杰。阿杰，各种神奇小物的玩意王。Hello。请问阿杰爬过几座山呢？很多座啊。很多座是几座？你说百岳吗？对。百岳。42啊。哇，真的吗？奥斗 N 七三七，又会潜水，又会爬山，又会滑雪。明天晚上。的女性节目可能会中大奖，可能会中奖哦，可能中奖哦，一人一盏，一人一盏，就是阿吉。大年初四，恭喜发财。杜敏，你只带了900块来买蛋挞，这个给你了。阿吉，小蛋糕，那竹子怎么样？竹纤维比竹纤维，对。你可以准备好吗，大姐？让我自己煮。他说竹纤维比陶杯和玻璃杯保温跟保冰效果更好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这里卖超多东西。这个牙刷超轻的，很适合爬山。水路，这个是谁？黄鼠狼，彪马，跟着家乡去参观。第一次来天池山庄，我觉得在这里超漂亮的。哇，太冷了，出去了，超冷的呀！哇，在这里感觉超爽的，超爽的。你会带耳塞吗？我耳孔有点小，我要买特殊的。哦，你知道有粘土的耳塞吗？哎呦，好像我朋友好像就这样说。超好用，那个超好用。好，我去买。对，那个超级隔绝声音，看一下里面的样子。哦，这里真的好新哦。起来爬山，起来吃饭。我在破满满的。算了。下一天池山庄休息完，准备要出发。太阳超大。听说昨天天真的？他们说这边看不到。对啊，我们很幸运。哦，幸运。他说昨天很难熬。讲解无线电。也还好，没什么好讲的。那怎么为什么到光背八表才会用到无线电？因为光背八表很好走啊。那就平地而已啊。没有什么会要用到无线电。因为如果他要走很快的话，就是可以有一个可以互相联络的一个工具。无线电本人，无线电的主人。
那请问你买了它多久了？一年多。这一组要多少钱？忘记了。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就是离很远，然后派上用场。有啊，有一次跟别人出去，然后后面的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前面的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谁谁谁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还没。”他说：“他在前面，让我们走错路。”然后就说：“哦，那我们等他一下好了。”然后后来他就出现了。那这一组多少钱？我忘记了，你刚问过了。失智，我现在全部都失智了，姐。谢谢你的两个小队长。转这个就是打开。频率模式。有你说了 OK。OK， 我听到。这个是音量，就转大一点。好，转大一点。对，那我们过光背八秒之后再那个好了。你就可以飙车。再开吗？啊？再打开吗？再打开，因为光背要平地而已。好 ，OK。他说他光背八秒，你就可以飙车，然后你甩开六条街。OK。你就可以帮我去抢那个。希望状况是好的。三个废物，三个废物，这三个废物辛苦了。好温暖。出发。民国40年建的电塔，据说。没有啊，他已经写没了，停止送电。据说这个从，所以你摸一摸都不会被电到哦。整座山有300多座电塔哦。哇，有300多座哎。介绍一下，那边是南华山，那个南华山，哼。对。你大家可以去，然后我们要去。洗了一口。天气超好，好漂亮。嘉兴消失了，嘉兴消失了。现在要去光背八表，这里云海超漂亮，天气超好，很开心。你要去那么飞吗？就往右边。9:30来到光背八表，哇，超漂亮的。对，是阿伯，你们都看不到木瓜溪谷。卡赫山。介绍一下。这边是光背八表。光背八表是干嘛的？光背八表呢，就是因为之前这个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时候，那个十大建设嘛，因为电力不足，西边的电力不足，所以就要把电力呢从东边往西边送。对，那这个后来因为这个东电西送的这个工程落成之后呢，就是蒋中正就有来。对，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地方说，哇，就从此之后呢，这个光呢，就这个能源呐、就可以照到这个台湾的每一个角落，还有提的这个光背八表的这个字，然后立的这个碑。不愧是来了5次的人，不错不错。对，背面还有4个字啊。背面还有4个字啊、来去看一下光背八表长怎么样子。利薄名声，利薄名声是什么意思？利薄名声，有钱大家赚。好。我跟你科普过吗？就是这个步道，就是在延绵过去了300多座电塔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300多座。对。哇，我昨天看一天水。好多啊。走。向前走。有够讨人厌的建筑。妈呀！有够困难。幸好没有下雨。在人线上虽然有阳光，但是因为风很大，在阴影处都还是很冷。希望要去的是这座山头，千万不要太远。到了第一个电塔，
个建筑，他妈一直被打脸，然后现在人线上风超大，不想回家，我很容易扭到脚，因为都没在看地板。现在在等待后面的天宇跟阿杰，嘉欣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今天的路程大概才走了一半而已吧，要走预计走11个小时。然后刚刚在天池山庄的时候，那边的庄主吧就跟我们说，我们排几天啊，应该是8点之后在天池山庄吧，他就说都这时间了我们怎么排在这里。据说上面今天有100多个人入园，希望我们扎得到营地，有位置可以。啊！干！边走边录，我容易吗？我登山要好好爬，马上鞋子湿掉。到了安布的营地，前面是塔赫尔山。这个是传说中的台湾池，这个好像是受禁，走不到上面，现在走这边进去。这个池的水据说非常多腐殖质，然后不太能喝，很多小虫虫，所以我们要走到下一个池，应该是大陆池吧，才会比较适合的水源。我的妈妈咪呀，终于到了卡赫尔山，风太大了吧。留刚刚阿姐在路边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，请问要如何搭讪漂亮的路人？如果你要搭讪的话，你要可能比如说趁营地的时候去融入他们一群人当中，而不是只去针对那个女生搭讪。哦，这是38年的老经验。好吃吗？那如果有个人在路上跟你搭讪，他说小姐，我觉得你很漂亮，我可以跟你加 IG 吗？你会给他吗？让他长得好看。那阿杰长得好看吗？我有他的 IG 了，想必应该是蛮好看。有自信最帅。啊，是那个长荣航空联名的，好吃哎，它奶油很多，加热这种是哦，牛奶。吃完饭朝能高主峰出发，是绵绵不绝的山头，一个很像大石头的山头，到处都结霜，不冷死了。即将走入一片白茫茫的雾里，觉得不冷死。能高主峰，你到了。大陆池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太冷了，完全没有办法慢慢走，只穿雨衣跟羊毛，如果不走快一点的话就会被吹死，希望营地赶快到，他妈快被冷死了，营地见。终于到了大陆池，我的妈妈咪呀！嘉欣温馨的家，一个人睡两人帐，很爽，很爽。但是真的好冷啊！你说一个人睡很冷吗？不是，现在很冷，不管谁睡，好像都很冷。风超大，超大。你说你刚刚怎么搭帐？我刚刚真的是要撑，然后脚一直撑来撑去，然后结果。要移动的时候，地步就从下面唰不见，整个人垂到山谷去了。
后来有人帮我。好可怕，超感谢。希望等一下可以顺利。对啊，他们说，搭撑完之后，外帐也还没撑没关系，就是一定要先顶。哦，不然你就会撑不飞走。在零线上扎营，他风超大，可怜的帐篷不吹。超可怕，幸好晚上不会冷死。妈呀，超多人扎营。悲剧的第一天晚上，是不是台北经验？太惨了。这个风，这个风，这台风哎，要几级？尿尿，睡觉。极端的天气尿尿可以成功吗？看起来很担心，主要是都